不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大的大床。我们现在在几楼啊？娃娃楼。那就是有一堆娃娃，各位看一下。整个都是娃娃。你的娃娃超舒服的。我们买几只回去给人家讲好不好？好啊。你挑啊，你都给你挑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请说。有雷标哦。哦。这里迪士尼全部都是正版。我们已经买了超多零食了。就回去等一下要吃。啊，马萨基跟我们讲，那边有史迪奇，有史迪奇在这里耶。它好多款哦，大本的有三款。全买了啦。全买了。快点啦，全部给它收刮了啦。这三款。好啦，全部把它买一买。你看一本多少？这个1000，这个2000。哎。然后都买了。这里是迪士尼区域。对啊。是不是？公主系列。哦，这边根本就是你的天堂，泥泥麻麻的一堆，天哪！哇 ，Pokémon 的，这里有很多，可是它没有卡比兽，还有小小兵哦 ，Watch， 我们顶了-10度的天气来到了这边，总是要让大家看一下糖果的大串是长怎样，对不对？大串，我现在有点冷到讲话有点结巴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那种超厚的袜子啊？要不然我怕被刮洗。我有帮你带啊。你有帮我带了，好吧，那这一区逛完了，走吧。我要到什么宝啦？这好像是印章哎。可以这样盖出那个形状，对不对？我要买。你要史迪奇的、啊？想要就买，一堆了耶。你刚换的美金应该被你这边买一买，三分之一就没了。叫你贝贝的我啦、哦。台湾的大创没有。你要买两只猪。明年猪年，超软的哦，你看。你要拿回去放鸡蛋给人家讲吗？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。它有肚脐。什么？它肚脐可以换去。它有两个系列，它有这只熊熊，那只熊熊也很可爱。你喜欢猪还是那个？看来你喜欢猪吧。我已经有猪了。两只就够。我三只。哪三只？加上你。我不是猪。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按赞。我抽出明年的猪年的猪。对。你没有。在台湾就有了，所以什么类型都有买。这边有一些迪士尼的东西，台湾比较没有。哦，我终于知道了，你今天目的要来大创，就是为了要买迪士尼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知道那个篮子全部都是你的，太扯了啦，波波，连这个都有啦，连史迪奇的鞋子都有。是我不会买，太小朋友了，什么东西？我可以穿的，剩两双，还有其他的，怎么猫类啊？因为我刚刚那个小朋友的，我不想买。史迪奇被你扫光了，而且这个是毛毛的，很舒服。对啊，明天就可以穿了。对耶，我要买一对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毛毯。毛毯。它100公分，一男一女。哇，它打开感觉会很可爱哦。嗯。这两个多少？10000。10000块，我们来这边买不知道已经花了多少几万了。而且就是因为它的金额就是很大，然后所以你就是懒得再去算那个价钱，台币多少钱？你这边买一买至少要2000-3000块台币啊。嗯。还有一些圣诞节的东西。圣诞节已经过了。哦。这边是一些化妆品类的东西，一些洗面乳啊什么 ，Lily Coco 对不对？就大什么东西都有，连宠物的也有。哦，我们现在要逛到一楼，对不对？嗯。超能的，全部都有带去。我现在分享买什么给大家看。好。嘿。那日记不说的大款，每一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限定商品。去找11月限定的羊驼。带大家进来看到底有什么东西。2019年的猪年。哇，它新品哎，这边大创比较不一样哦。对啊，那间没有这些。对，每一间的大创韩国都不太一样，都可以逛哎。你看这间也有多这些，全部都猪啊，猪的东西啊一堆。它已经出了一些很多周边商品，这个好可爱哦。我们买那只猪这里没有。对，对，我们买的那只好像没有哦。那只猪你们一定要抽奖，记得留言分享啊。太阳阳光这样射你的脸刚刚好。真的啊，它刚好照到你的脸了，闪闪发亮。说不定这里也有史迪奇哦，你要不要逛一下？对，我们来找史迪奇。好，找你的史迪奇先。可以。遮眼。它也算是。看不到。无聊。哎，它这里好多猪哦，你看这里也有猪。其实还蛮多东西的。嗯，我们上去看。好，上去还有。它这里是一楼而已哦，它就是很多周边的东西。然后像那边是零食区。这间比较小间一点。你看，跟你要的史迪奇，全部都是你要的。
剩最后一个而已耶，剩最后一个，剩最后一个，那你就买这个，那我就买这个。你看 Bobo 已经情不自禁在翻有没有他的史迪奇，爱史迪奇爱成这样，太夸张了。好可爱哦！这是什么米奇的毛刷吗？想要吗？想哎。不想就给他买了。想不到你来大创可以买那么多东西啊！就是粉底刷。真的？还在买啊？新大陆了。哇，你是来韩国买史迪奇的东西买到宝哦。好可爱哦。那就买了。你要不要买几个比较可爱的回去抽奖给大家？哎，这个全部都史迪奇哇！天啊，你这个都不用犹豫的哎，都不用想说太贵还是什么，就直接买了。哎，波波挑好了，然后他决定呢？史迪奇，我们就是抽出去给你们。嗯。两组订阅、分享、留言就有机会抽中。嗯，随机抽。最爱的史迪奇，这是我最爱的。所以我叫他。最爱的要分享给你们。没错，你们发现你拿那个要干嘛？乒乓球。好笑。要不然你买回去玩玩看。有猫头鹰，拿下来我看。电热的，这可以啊。你要买给妈妈。好 ，OK， 就这个。OK。可是锅子一放上去，猫头鹰就不见了。看龙龙。可爱吗？它是蜥蜴，也是龙龙。那还有另外一只是什么？企鹅。各位 ，Bobo 买了一堆东西了。全部都史迪奇了，每次来大创就买那么多，耶！还这么耶，就很像一个小朋友一样。因为台湾大创没有。忘了糖果软糖，买回去吃吃看好不好？好啊，你看。好，买这点猫去吃吃看。好。这个好可爱啊！这是 USB 耶，是母猪生的三个小猪，这三个小猪可以充三个孔。好可爱啊！好可爱的。回去可以包给爸爸妈妈奶奶，好贴心哦，对家人好好哦，这一定要的。你有什么感觉？看到哇这么多，好要求哦，是吗？现在贝贝的沙发呢？来，宝宝，你有什么新的？开心啊，开心啊。史迪奇，你有看到你要的大创？是我们逛的第三间，这一间是在明洞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听说是本店。本店啊，哇，那一定要进来看啊。你 是要收刮你的史迪奇？看有没有没有买的史迪奇。马上又看到你要的史迪奇，因为其他另外两间没有这一只，买啦，买啦，那边也有。哎、欸，啊、你没有说你要买啊，就直接拿走。这边有绿色的，哇塞。然后这只比昨天买的不是这个图案，好扯哦。公主系列好漂亮啊、哦！这间呢，很多其他间都没有的，而且这件东西比较可爱。所以明洞这一间的大创比较好，因为它是本店。哦，天哪，才刚进来你就买那么多了，好扯哦！不会吧，我要背一大堆东西。逛完了，也买完了，哇，有开心的感觉吗？没有，因为要提东西了。我们刚买的那一间呢，觉得它的款式有很多哎，但是这间人比较多。应该很多也好。啊，也是啊，才不会买太多。大间的嘛，对，最大间的，因为很多人来韩国的大创都会来这一间。我们等于是把所有的大创都逛光光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再看看有什么史迪奇我没有的。你看他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本来八层楼现在变五层楼。对、啊。哦，我们先从五楼开始逛。全部都是猪猪的商品，他的东西都是类似的，一样一样。我们先来看他的娃娃区有没有不一样哈？哇，其实也都类似的，有看到不一样的喽。这个是不一样的、哦、这个蛮特别的、哦、小熊维尼还蛮可爱的，我发现了这个耶，终于找到了，你知道这个波波一直想要这个的史迪奇，因为它可以这样，因为它会滑动哦，他一直想要这个，终于被你找到了，好，哇，又被你找到一个，这个是行李的吊牌，天哪，几乎所有史迪奇就被你买光了，嘿嘿，好开心哦。有人来韩国的大创可以把所有的史迪奇东西都买够一样吗？还好它没有很贵，只有你。我们要扫光大创所有的史迪奇，这只好可爱哦，还蛮可爱的，小浣熊，好想买，可是我们买太多了。你看我找到了史迪奇的纸胶带，哇，只有两个而已哦，限量了，
一样的图案吗？你买回去啊，说不定你以后就买不到。我跟你讲。好啊，那我要买。再买一个，不然就没机会。买三个。不然你回去就没有了。好吧，是你鼓吹我的，不是我要的哦。一个1000块而已啊，还是你想买别的图案？不要，我只喜欢实体。哇，中一不二，难怪你对我的感情也是这么中一不二。对呀、啊，爱你哦。又在放闪了，你看。啊、哦，我要这个。大象。大象给妈妈。好，找到了什么神奇的东西？第一次的年历，而且它图案好多种。好好哦。我买了。一堆，全部都史迪奇。很建议来买韩国的零食，你们可以试吃看看，因为我觉得韩国的零食还蛮特别的。买那么多啊！天哪！大蒜可以买4000，你也厉害、啊，也不简单哎。哇，波波，你好扯哦！你来韩国买那么多东西哦！天哪，史迪奇全部战利品哎，这边大概有9.5%全部都史迪奇，你会觉得很漂亮吗？你好厉害啊！Oh my god！ 很美。你这边总共花多少？10000韩币的话，等于大概台币3000-4000啊，4000多吧。你要不要全部拍一张上传到 IG？ 好啊。你要顺便分享一下你到底买了什么吧。我买了一堆笔，噔噔。就一堆笔、哦。然后那个 Poppy 我买了各种口味，可以回去开箱。各个笔记本，然后还有笔袋。然后我喜欢这个记事本，而且它是没有日期的，就是你可以自己编几月几号。还有一堆袜子。然后还有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很可爱。哦，那个刷子。粉底刷啊，或者是女生很需要的。是米奇哦。那各位，因为我们的房间灯光本身是比较偏黄的，比较偏黄的话拍起来它的效果会比较昏暗一点，希望各位可以见谅一下。我们最后一天韩国的旅行，看到什么新奇或不错的再拍给大家看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我们要晚上休息啦，拜拜。